林心如和霍建华婚后不久就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，粉丝们非常好奇这对高颜值夫妇的孩子长什么样子。出于对孩子的保护，夫妻二人一直也没有公开女儿的照片。不过最近林心如也成为了晒娃狂魔，她上传了一张带着小海豚参加聚会的照片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美人胚子。小海豚乖巧地坐在林心如的腿上玩着妈妈的包，大大的眼睛非常可爱。拿出林心如小时候的照片来做对比，母女二人仿佛复制粘贴呀，网友直呼这不是小时候的林心如吗？据说霍建华也是一个女儿奴，他对小海豚的宠爱和林心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有这么漂亮的小情人，霍建华一定乐坏了吧。现在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，这段感情能被大家接受很不容易。在他们结婚的时候，霍建华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，殊不知这段姐弟恋破碎了多少女粉丝心中的梦。